市长及在座的各位长官午安。台政特工部107年度失业烟酒烟酒查缉绩效考核结果，本府荣获全国第一名及失业烟品查获量第一名、失业酒品查获量第二名等殊荣。请岳副市长接受财政局李局长见奖。接下来是失业烟品查获量第一名的讲座，请李局长献讲。哇！这以后不能光查走私，还有超买也要好好查。酒品查获量第二名，请财政局赵科长见奖。请。本现场活动结束，恭请主席回座。